觉得萝卜真好吃。小清新的幸福感，看完都想谈恋爱了。这一定能打动我们年轻族群的吧？是我们食材特色完全没有被展现出来。我们这次的产品有豆皮、双酱牛，想要呈现出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这导演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啊 ，OK 的。我们先讨论一下。你们临时给我这样加东西啊，节奏都乱掉了。我就几块豆皮、几片肉，加进去钱就进来啦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你车贷缴了没？还没。房贷呢？把房贷的部分拖过来。对嘛，还没嘛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，别想那么多啦，这样。Action！ 你最近都好忙，都没有时间陪你。好，我会像这个豆皮一样，把你紧紧扶住的。那你多吃一点。嗯。